金老师，快看那是啥？月底了，你还这么奢侈？昨天我爸不是来了吗？给我敷了个皮。你说那个我们吃不吃完了？得不得砍两皮下来哦？吃得完，吃得完。八斤了，那里要加油哦，我们一人四斤。月底了，连这点都吃不完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很斯文，好不好？把旁边那个里脊肉剔下来，让猫猫今天也感受下那个排骨自由。哎呀呀呀，下去下去下去！这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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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打架哦？开不开心？快不快乐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哇，这吃得好满足啊！先把排骨焯下水，煮出血沫了，把它捞出来。耶耶，乖乖宝宝，就是一二三，这个排骨要不要改下刀哦？好大哟。不用，你等下煮好了一掰就开了。今天就是要享受大口吃肉的感觉吗？嗯，换个大锅卤排骨，加盐巴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、干花椒、海椒、葱姜，还有各种香料，加两瓢豆瓣酱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哈。再加上一个豆腐乳调味儿，甩上两颗甜蜜蜜的冰糖，等它慢慢卤一个半小时。嗯，又在下雨，又在出太阳。那个天气好怪哦。嗯，排骨也可以了，趴了，关火，果然吃嘎嘎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嗯，那么急急就把炭烧起了。哇，好香啊，我感觉那个时候都可以吃了。那你直接吃吧。可以嘛，就是你一天到要求多，还喊烤一下。烤一下更香。是啊是啊是啊，你现在对吃的要求那么多了。嗯，对。哇塞，刚刚好哎，再大点那个排骨就扣不到了。你在偷吃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在尝一下咸淡，好不好？招嫌你哦。就是你说烤嘛，本来都可以吃了，我的口水都包不住。烤一下不更香吗？啊，口水啊，滴答滴答的在流啊。你们流到肉高头了？流到肉高头你就不吃了。坐坐。哇塞，那边都烤得滋滋冒油了。加点海椒面、花椒面、孜然粉，再来点芝麻，完美出锅！哇塞，金老师，赶快耶，口水长淌了。现在辣椒那么积极了。你选嘛。你转过去。转过去我选。好。好了，选好了，我要这个。要这个，换一个，那么回事啊？有不投降的吗？有来投降的吗？哇，好烫！个人啦哈，嗯，今天就莫客气了哦。哇，这个味道不摆了。
怎么样？可以，走一个。哇，今天那个排骨汁有点是太爽了。有点吃那个肉夹酱啊。那么多排骨才100块钱的点点，主要是卖的那个老板不在，老板在可能100块钱就够了。快点，来那块，这么大一块。哎呀，你客气了噻，你莫客气噻。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啊，太爽了！我很感谢啊，喂猫猫，让他们也实现排骨自由。要是一直吃这个肉夹的话，等到今年过年。我肯定要腌好多腊肉、香肠，还有排骨。昨天吃肉夹菜回来，只腌了点点，那个手都没得了。吃完不要讲话。哦，好吃。看那个皮肤。不要讲话。你高头那个是脆骨，最安逸要吃起。哎，划一坨。你把它全部划开嘛，开始太烫了。哎呀，啊，那块是你的，是你的，哎呀。那个是你的，那几块是我的。喝一个，干了，干了，搞个饼。哇，爽！你万一还有那么大块排骨，你不吃，你在抢我炸的。那个炸炸蒸的好入味啊。噗，吃得心满意足。来干个，别说你。跟我的粉丝干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哇，你看那个太阳射到身上好舒服哟，感觉好温暖哦。今天中午我们吃个凉拌折耳根吧。哇，好香啊那个折耳根。闻到起都好香哦。先把那个折耳根给它理一下，把屁股上老的地方给它卡了。我感觉我们四川好像家家户户都要吃折耳根吧，连金老师那么挑嘴的人他都要吃折耳根。而且那个折耳根小时候我妈还来给我熬水喝，还可以拿来炖汤炖排骨都好吃。把摘好了的折耳根仔细给它清洗干净，一定要多清洗几套，把折耳根上面的脏的啊、泥沙那些给它洗干净。把清洗好的折耳根里面加上一点点盐，泡一下。给它浸泡10分钟左右，去除农药残留。行了，可以把它捞出来了，看洗得好干净。
给我们切点葱花儿。切点香菜，香菜是折耳根的好搭档，不要切得太细了，香菜。切一点姜蒜末，把切好的姜蒜末放到折耳根里头，加进几个小米辣圈，加入凉拌生抽，加入一点醋，来一点花椒面，拌凉菜一定要加一点白糖调味，加上一点鸡精，倒上一点花椒油更香，最后加上海椒油，多加一点，那个折耳根好吃就是有点费海椒油，感觉屋头的海椒油吃不了两天一样。把葱花和香菜放进来，我感觉我那个盆盆都有点小了呀，不好和。好香啊，拌起，偷吃一个，哇！折耳根哪能那么好吃？折耳根是我唯一愿意吃的，光吃的素菜。哎，有什么好吹一下？吹习惯了，吹下饭。真的好吃，我给你加两块钱去。那够了吧，金老师？我跟你们说，金老师真的天天吃饭吃好少啊，又不喜欢吃肉。跟着他一起吃东西真的急死人了，他吃饭是这样子，我给你们学一下，把筷子在碗头戳半天，然后选两根米放到嘴巴头，然后我在旁边问他，哇金老师你看那个肉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好吃哦，你觉得好不好吃吗？他什么呀？那个到底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啊？我真的是一脸懵，我天天跟金老师在一起都要磨练三遍，冲动是魔鬼，冲动是魔鬼。金老师折耳根好不好吃？你还不说了哎？
浇的两个小米椒，好辣呀，又香。看，小米椒，是辣的，那个小米椒越嚼越辣。我找一下要碗饭。好多饭，好长啊，确实太辣了。什么东西响了一声。接下来的嚼嚼好有烟味啊，好好吃啊。那个嚼嚼底下的葱蒜和姜那些渣渣都好吃。啊，哇，这个根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一定要试一下，那个是金老师都喜欢吃的东西了。今天视频到这了，祝你有个好胃口，拜拜。好来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今天早上金老师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吃啥。我说冰箱头呢还有点肉，不如干脆今天买坨豆腐来烧一个麻婆豆腐算了。结果我早上出去买了坨豆腐，金老师他也买了一坨豆腐来。他说以为我喊他去买一坨豆腐，那脸不买点肉啊？金老师这坨豆腐干脆留到去晚上吃算了，煮豆腐汤。我那坨豆腐要大点，今天就中午就烧我那坨豆腐。那个肉是我早上拿出来解冻的，你看那个时候还有点嫩。先把那个豆腐切成小坨坨哈。然后把那个肉剁成圆子，你给我找一下那个锅嘛，我边踢边剁肉才有激情，要不然一会儿手都剁没了。
马上来了，马上到我回点去。麻婆豆腐只会的很鱼。你看，听起歌好有干劲，两下就把肉剁好了。再来剁点蒜末。再切两根那个蒜苗嘛，起锅的时候放，超级的香。OK 了，开始操作。先烧上一锅开水，我要浸一下豆腐，顺便把那个豆腥味给它去一下。先把它烧开，水开了之后，先加上一点盐吧，然后再把豆腐放进来。不用太久，30秒的样子就可以了。把豆腐捞出来，然后在锅头加上一点油，煮热了把肉倒进来，把那个肉多炒一下哈，给它炒得有点焦焦的才香。其实炒那个麻婆豆腐用牛肉最好吃。但是今天我没买牛肉，就用那个猪肉代替一下，也还是蛮好吃的。只要肉多，哪门都香。然后把我们的蒜末倒进来，再加上一大勺豆瓣酱，用小火把它炒出红油，加点点海椒面，让它的颜色更好看，更加的红亮。那个时候可以加水了。调一下盐味，来上一点点盐巴，加一点生抽酱油，来一点鸡精。哦，我搞忘给豆豉了，不行，还是要给几颗豆豉。那个时候我把它放进去，加上几颗永春豆豉。那个时候可以把豆腐放下来了哈。把锅圈反过来推哈，不然容易把那个豆腐弄烂。轻轻的焖上几分钟，等那个豆腐充分的入味了，我们那个时候来勾芡了。把那个水淀粉分3次倒进来哈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最浓哈。分3次勾芡，那个酱汁能够更好的、更加浓稠的把那个豆腐包裹起哈，那个豆腐吃起更好吃。最后把我们切好的那个蒜苗把它放进来。出锅了，出锅了。那个麻婆豆腐的灵魂哈，麻。那个花椒面是我个人自己打的哈，把红花椒和青花椒一比一的把它来炒香，然后把它拿来打，打成粉粉，比外头买的香得多。这个花椒面一定要多给点，那才是里头的精髓。哇，快尝一下，快尝一下！看到那个豆腐高头一层黑麻麻的，全是那个花椒面儿。哦，豆腐要吃胖，婆娘要吃胖，哈哈，笑什么？姜老师，啊，好安逸啊！麻辣鲜香，还夹着着麻。啊，好烫！我昨天用大碗吃饭，我妈妈看了视频之后说了我，批评了我，说我哪能那么大个碗吃饭呢？其实差不多，难道我用那个碗了之后不得再要一碗吗？妈妈，你真的是太不了解你的女儿了。嗯，哎，我要去拿个瓢瓢，底下那些肉臊子全部在底下，了不起！你看，全是肉壳壳底下。嗯，哎呀，好飘飘。
个羊翅疙瘩，还是要用油炒一下才香，可晚了。豆腐晕倒汤，菜好下饭了，特别是把那豆腐刚跟烂扔到饭头，快点秦老师多要点。花椒面都被我咬完了，我还要再吐点花椒面，要不要点？再点吐点点，好吃些，再吐点点。哇！啊，那一口麻的味道。好香啊，我已经感觉到了威力了，我的嘴巴在不由自主的颤动。麻婆豆腐的精髓，花椒多，肉多，好好吃呀，啊！我想黑来了，没吃到豆腐。太舒服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祝你有个好口，拜拜。妈妈，你猜我得不得再吃一碗饭？